下面学习第二段的后半段，也就是十七式至二十一式，请先看一遍连贯演练。十七式西部下节，十八式右左平带，十九式弓步劈剑，二十钉步脱剑，二十一分脚后点，请看分解动作。提膝上刺，下面虚步下节，先落脚带剑，那么左脚向正东方向，脚跟落地落脚，右手剑，剑柄引先向左回带，剑指自然画弧下落，眼神随着剑的运行方向，然后向右带转，那么随之右脚向前虚步点在体侧，那么这时胸向又调转到西南方向，我们先是向东南一个转体，然后西南方向定是截剑，这里剑是下截，力达剑刃下方，那么这里我们理解它是向左转身一个回带一个拦截，这里向右画弧格挡，那么这是保护自己下肢的动作，因此一定要画弧结挡出去，手臂不能僵直放松，腕同髋关节的方向一致。好，再看一遍，那么这个动作体会一下意境，犹如乌龙摆尾，对身体腰脊要左右拧转，随着我们手臂的旋转和腰脊的拧动，这是有助于我们身体一些内脏的运转。好，再看屈膝下蹲，落脚带剑，然后剑指上架，剑身下截。好，下面是右左平带，开始也是一个提脚剑前伸一个过渡动作，我们手腕放松向下，将剑前伸，重心意识承在左腿，将右脚提起，向前落步前伸，先是一个向右平带，右左平带，首先是右平带，然后再左平带。好，再看一遍，提脚前伸，将剑我们落脚的时候，剑正好是翻转向斜前方伸，那么弓腿的时候是将剑向回抽带，看体会一下抽带滑动，那么剑身的高度是在胸腹的高度，剑呢要沿着一个目标有一个滑动的一个带的动作。好，再体会一遍，预备向前伸，落脚开步，弓腿带剑收带至内前，下面呢重心前移，右左脚在向前开步的同时，我们剑也是向前向外伸展，同时剑指也是向外伸，落脚前弓再向回带，这里的带又是反方向的剑刃的一个抽带向回滑动，那么停在是我们的左肋旁，刚才是往右肋旁收。好，我们两个动作连起来，一这是微微前伸，落脚回带收到体侧右肋旁，然后收脚剑继续下落，这里是收到肋旁的剑继续下落，向前上步的时候我们的剑尖引先向前伸，先伸再回收。好的，停在左肋旁，那么剑指的配合，第一个带剑，剑指是附在手腕处，第二个带剑，剑指是架在额上方，我们两个
步法的开步都是向斜前方15至30度角的方向开步。好，注意方向和左手的配合，肚子不要朝正前方上步，一定要向斜前开脚抽带，调也是一样，剑指打开落脚回带，上面是弓步劈剑。那么弓步劈剑前面有一个过渡动作是插步截剑，立着向前插步，转身后截，然后弓步向前正西方向直劈。好，我们转过身来看一遍这个动作。第二个弓步回劈，那么右脚向前移，脚跟着地，脚整个脚是外摆成一个插步，看看脚是摆脚落步，同时身体向右拧转成插步。那我们的剑呢是向后悬臂截剑。对了，这里看清楚，手心是向后的，看手心向后截剑，剑指呢自然合到肩前。好，这里旋转手臂翻剑上举落脚弓步前劈，这个动作我们的剑是一个纵方向，和步法是纵方向的一个运行劈剑，手臂要平直，剑尖朝前，我们的剑指呢是一个横方向的架撑，这样我们就横竖相交，然后重心比较平稳。好，注意再看一遍。好，落脚摆步向右拧转回身截剑。好，旋转手臂翻转剑身，右手左手经腹前画弧，好，撑在额上方。下面这个动作是弓步脱剑，仍然我们又是一个连续的继续向后的一个截剑，这是一个提膝后截，刚才是插步后截，现在我们提膝后截。再看一下正面的动作。好，转身看提腿将剑，又是向斜后方向一个截剑，我们仍然要收紧转身拧腰，这时呢我们的膝关节提起，也一直向我们的胸部靠拢，那么剑指仍然是合在肩的旁边。好，意识注入剑尖下方，通过这种展腰拧展，对我们消除我们腹部的脂肪都有一定的好处。好，下肢注意支撑站稳。好，拧转后截，那么屈膝下蹲，右脚向前落步，两手自然分开，然后向前蹲成丁步，丁步之后这是两手自然分到体侧，再向上托举，这是一个托剑。托剑呢，我们剑身是利剑，力达上剑的上刃，那么也就是对方有器械过来，我们这样托举，这里要体会的是重心的配合。那么我们剑是向上托，这里身体呢是重心下沉，向下做一个缩身，那么就是对方有什么器械过来，我们缩身躲闪，那么剑要向上托起来，来拦截接住这个对方的器械。好，我们体会一次，预备，丁步脱剑，先是右脚落地，然后移重心根部，这是左脚看脚尖点地为丁步，剑向上脱，剑身一定要平直，不可以前高后低。好，平直力达剑刃，下面移动是分脚后点，注意这个动作，首先我们右脚支撑，左脚向斜前方落步之后扣转，脚跟落地之后随之扣转，右脚呢以脚掌为轴将脚跟拧转调正。再看一遍，预备，落脚扣拧，下面是一个向后撤步的一个反穿剑，剑尖向后反穿，随后我们注意扣转左脚成弓步，一个向前的直刺，利剑刺出。再看一遍。好，预备，一，落脚扣拧，右脚脚跟提起向后方
撤步扣脚，那么剑指呢向外伸展指出，剑尖向前直刺，随后收脚落剑，那么我们的剑仍然沿着立圆方向向上画弧，立圆贴着身体下落，剑尖斜向上，剑把的高度落在腰旁，这是并步，然后提膝提剑，这是又一个上下对拉，我们剑柄向上提，我们剑指呢沿着剑刃的方向向下抽拉指，那么将剑抽起，这时是提膝，然后向后点剑时分脚，那么这是分脚点剑，分脚也就是我们脚尖绷平，以脚尖为立点向前踢出，蹬脚是勾脚尖，注意区别开，那么同时向后做斜后方向做点剑，我们连起来，一收脚落剑，提膝提剑，分脚点剑，好的停。那么剑指呢仍然是架在额上方，注意这个动作身体不要倒，肩保持平稳，眼睛向后转，向回转身，眼睛看剑尖方向，好，我们连贯起来，再看一遍，一扣转反穿直刺蹲步，好的收剑，然后提，好点停。下面呢请注意一下这几个动作的以下要点，第一个动作注意转腰带臂，那么这个动作腰四肢腰身一定要圆活，转体硬臂，以腰带剑，那么使我们的力量灌注到剑身上，包括眼神意识的配合都要松柔连贯。下面呢右左平带，这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节奏，那么落脚的时候是伸前伸，弓腿的时候是回带，另一个也是一样，上步前伸回带，力点也是在剑刃上。下面转身后截，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做转体的时候身体不可以拧转，不可以歪倒，那么我们所需要的转是我们脊柱垂直的拧转，不可以有歪身，好，注意看，转身后截，这里悬臂翻转手，悬臂翻剑，弓步劈。下面这个动作也是要注意重心，虽然我们有上起，但整个意识不能有向上，我们的气息仍然是要沉得住，要气沉丹田，意识要下踩，微微的下肢支撑腿不可以僵直，还是要微微放松屈蹲。下面这个动作剑向上拖，意识向下放松，然后扣转，注意剑尖沿身体向前画立圆，贴着身体压下来，然后提剑上下对拉，好，支撑腿支撑住，点剑，好停。请看这几个动作的背面示范，好，背面示范注意动作连贯性和方位的把握，斜前方初步弓腿，仍然是斜前，注意眼神意识跟随剑尖向后，好，旋转向前，剑身劈直力达剑刃，后转拖剑，对，您跟着我的节奏一起体会一遍，落脚踏实，提腿